朋友，对不对？代表着我们的这个五位，每一组五位的朋友，你可以自己选择你要哪一个色卡。接下来就真的是测验我们台下朋友跟台上新人的默契咯。那一样的，待会我喊三二一，请你高举你想要的色卡，如果跟新人同个颜色的，同样可以继续晋级。